北京时间4月27日，2023年 WTT 球星挑战赛曼谷站的比赛继续进行。男单1/8决赛，韩国选手张宇珍对阵德国选手鲁文菲鲁斯。虽然张宇珍世界排名更高，排名在第17位，但双方此前交手过2次，都是菲鲁斯获胜。菲鲁斯虽然是削球打法，但主要是进攻得分。在本月的新乡冠军赛，菲鲁斯连胜加奇尼、雨果、卡尔德拉诺。菲鲁斯属于进攻和削球打法之间，对于削球打法过关的选手来说，他的削球反而是他的漏洞。但如果面对削球打法不过关，他的削中转攻威胁就会很大。在本场比赛开赛前，本届赛事的男单前八号种子损失惨重，伤亡一半。种子选手首轮轮空，头号种子张本智和、四号种子林仲勋均首轮出局。率先出战第3轮的5号种子阿鲁纳、7号种子林诗栋均惨遭对手零封，无缘8强。剩下的4位尚存的前8号种子均还未打1/8决赛。张宇珍克服过往战绩的不利、赛事种子选手阵亡率高等因素，本场比赛3-0完胜菲鲁斯，成为第一位晋级8强的男单前8号种子选手。当然前2局也是一波三折，赢得很惊险。第1局张宇珍开局不错，3-0。菲鲁斯眼见削球控制不住局面，果断加强进攻，迅速扳平比分，3-3。双方比分焦灼，菲鲁斯在局末阶段9-7反超比分，并且10-8拿到局点。原以为菲鲁斯首局要上演逆转好戏，没想到还有逆转。张宇珍连得4分，12-10惊险拿下首局。张宇珍充分发挥自己正手的进攻优势，同时战术也很明确，知道菲鲁斯的削球质量不高，所以并没有一味的发力反拉，而是反拉一板后接着放短，让菲鲁斯忙于跑动。第2局张宇珍再度取得完美开局，4-0。菲鲁斯比赛作风很顽强，通过发球抢攻逐渐缩小比分，4-5。张宇珍再度拉开比分，8-5。菲鲁斯顽强的追平比分，9-9。张宇珍在浪费2个局点后，最后13-11再赢1局，大比分2-0领先。菲鲁斯虽然是削球打法，但很依赖自己的进攻得分，一旦进攻命中率下降，比分就咬不住。第3局菲鲁斯2-5落后，不得不请求暂停。张宇珍7-2，领先优势扩大到5分。前2局均是2分惜败，菲鲁斯到第3局已经完全没了斗志，张宇珍的放短球他也不跑去救了。8-5后，张宇珍连得3分，最终11-5拿下第3局，大比分3-0获胜。刚结束的2场女单1/8决赛，张本美和3-0零封波尔卡诺娃，3局比分11-4、11-4、11-6。杨晓欣3-0完胜斯索科斯，3局比分11-8、11-9、11-4。斯索科斯输球又输人，扔球拍，故意把球打飞，赛场上的不良动作一大堆，一张黄牌还给少了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。